即係講講先啦。截至現時為止啦，我哋項目賣出咗398個單位，咁同埋就現時套現就35億嘅，咁項目嘅尺價咧就20260蚊，咁尺價錢咧大概係4,530,000，甚至至到3,600,000嘅。咁對上一種成交咧，又正正係上年八月八月份行家隔離開咗盤之後，咁我哋呢度咧都賣出咗一間一座12樓 B 單位，咁3,600,000尺價咧就28,700蚊嘅，咁足足咧可以反映到咧，其實現時我哋呢個項目咧個價格咧係受到市場嘅追捧嘅，亦都係28,700蚊。咁各位朋友仲有冇？咁睇佢啲單位一口價咧，都即係下調咗嘅，即係一定翻高喎，市況。哦，係，咁我正如我哋琴日都公告咗啦，其實都會有部分係折讓嘅，咁啊比之前嘅成交價啦，大概有70幾至140幾萬度，係啦，比之前嘅成交嘅，係。即係如果比之前個價錢，即係最多減咗兩成咯。接近係啦，就成交價兩成左右，係啊，兩成幾。咁啊，市場單位幾時會？今日開放俾各位傳媒朋友睇完之後咧，我哋陸續下晝咧，我哋就會開噶啦。咁啊，會安排經紀啦，同安排客人啊正式開放嘅。咁啊，都會開呢個527樓 CD 醫生。除咗一口價嗰啲，之前都攞翻咗啲出嚟招標嘅單位啦。係。都招標單位會唔會話比起之前嗰個售價會再低少少下調啲？比起之前嘅售價，意向都應該係加單出局啊嘛。加單出局係啦。咁其實都會按住個市場啦，我哋都會係因應翻市場，亦都作出適當嘅調整。不過都係因為我哋嚟緊亦都預計咧開咗二樓之後啦，其實反應都會好嘅。咁我哋都想即係因應翻市場嘅反應啦，我哋再根據翻反應啦，我哋再判斷翻啦。咁因為我哋暫時呢批單位都係以一個招標形式去做，咁所以我哋都想即係實際翻睇翻市場反應係點。咁其實你都可以參考翻啦，我哋琴日亦都公布咗一個15,888啦。咁其實即係比起之前大概啦，平均應該話大概都有差唔多兩成左右嘅下調嘅。咁所以嚟講嚟緊嘅部分嘅招標單位啦，可能都會參考翻類似呢個水平啦。係。咁之前取消交易嘅單位，咪都拎曬出嚟重新賣過㗎啦？大部分都做咗個出咗所謂嘅銷售安排㗎啦，係啦，大部分都出咗㗎啦。咁所以呢批單位我哋都會喺短期內都會推出，部分都會喺今個星期五啦，係啦，因為我哋早兩日亦都出咗個銷售安排，咁就部分亦都會星期五嘅正式開售嘅。賣咗嘅單位係已經即係扣除咗嗰啲未完成交易，其他已經收曬樓未？398個之中，我哋收樓超過大概95%，係啦，350幾伙已經係啦，絕大部分已經簽曬契。係啦，收咗樓亦都佔大部分嘅，超過90%㗎啦。想問而家代售嘅單位其實以咩用途最多啊？暫時會以3房和4房為多啲，因為其實我哋主要嚟講啦，下一個階段咧將會推售前排海景嘅1、2座，所以前面咧我哋嘅示範單位現時就仲係安排緊啊，到時咧示範單位一做好咗咧，我就會再邀請各位過嚟參觀嘅。所以主要都係前排海景嘅3、4房為主嘅。咁前面嘅面積咧就會係一啲600幾尺嘅細三房啦，800幾尺嘅我哋叫中三房，1000尺嘅大三房，同埋一啲大概1000至1300尺嘅4房單位。咁全部都係户户向海嘅。咁海景嚟講咧，亦都會比呢度更加寬闊啦。咁其實大家都會睇到，可能嚟到呢個兩房單位，呢日海景其實成個維多利亞港咧已經睇到曬㗎啦。咁但係前排1、2座嚟講咧，個海景嘅景觀咧比呢個更加靚嘅。嗰啲就未攞出嚟賣嘅。嗰啲暫時未攞出嚟賣，係啦。暫時都會以招標形式為主嘅，都係，係啦。即係賣咗嘅都係3、5座單位為主。主要3、5座，因為其實之前前排咧1、2座我哋都賣咗11個單位嘅，有部分單位都入咗貨嘅，係啦。咁嗰陣時嗰個尺價就你預大概最高去到28,000幾度啦，係啦，28,000。即係1、2座全部都係600幾到1400尺。600幾至1400，咁我哋最高特色單位去到2200尺，咁嗰啲就真係去到再後一個階段我哋再推出啦。特色單位，如果頂層特色單位，我哋有8個，嗰啲未賣過。咁下面如果我哋有啲所謂停留單位咧，我哋都賣咗大部分嘅啦。之前喺大概過去2020、2021年嘅時候，咁我剩翻嗰個單位市值有幾多咯？剩翻單位市值都接近60億嘅，因為全個項目係全個項目。我60係成個項目，成個項目計係啦、okay. ，剩翻低，即係我未計話推出咗 SA 啊嗰啲唔計嗰啲，即係成個項目計係啦。因為成個項目計，我哋而家剩翻290伙嘅。
即係成項目嘅剩翻嘅，剩翻即係個總貨值，係總貨值，總貨值。預計咧呢、這個係同埋亦都因為我哋另外都有停車位啊，亦都有其他商鋪嗰啲咁樣，係啦，整體加埋。車位都包埋。車位都包埋，係啦。如果你話住宅地，你要大概50多咁樣，大概係預計呢個數。咁如果車位剩翻係幾多個車位啊？我哋成個我哋住宅車位大概120度，係啦。咁嚟緊我哋都會陸陸續續個形式去安排啦。咁但係呢個公司暫時未有定案住呢一個。即係290伙加車位就60億，即係接近50億。係啦，接近喎。如果淨單計單位喎，係大概50零億嘅，係啦。咁因為剩翻都係一二座啲比較面大啲，所以個市值都高啲。相對個市值都係，因為整體嚟講嗰一邊嚟講，我哋整體尺價我哋未特別講啦。但係就你預，因為之前嚟講嗰11個單位其實整體全部都超過都大致上20000蚊或以上，最高都差唔多接近成30000蚊，28000幾蚊嘅都係，係啦。所以整體前排嘅海景啦，我哋預計嗰個價值啊，亦都會相對再高啲嘅。因為真係叫做真係維多利亞，當然全我哋同嗰個嘅海邊咧，講緊係僅僅15米嘅距離啫，根本嘅大海就在腳下噶啦，今年就係。但係一二座嗰個調整空間係咪冇三座咁大咧？呢個公司仲商討緊，係啦，呢個我哋會再下一步嚟講，我哋再公布嘅，係啦。差唔多啦，係嘛？大家係請講。點睇今次樓市 ？OK， 咁其實都非常正面啦，而家都全面設立咗啦。咁你單睇過去嗰8日啦，其實接近1000宗，成日都900多宗，平均每日都成120宗。係啦，咁其實你話真係好多大盤開，又暫時都未真正到嚇。咁我哋亦都預計，我哋都睇到好多嘅內地客啦，包括一啲嘅輸入專才計劃。你其實見到過去可能超過10萬宗嘅申請，有好多獲批咗啦。咁其實你話就算 even 而家每年2萬宗左右嘅，可能你話空置量其實雖然你話部分可能會覺得2萬宗左右，2萬個單位度，咁其實內地嘅專才輸入計劃這個數量咧，其實都足以應付，足以去吸納曬、消化曬呢批嘅供應量。所以預計咧，可能呢一段時間啦，再慢慢消化咗呢段單位之後咧，其實未來都有機會供不應求。有冇睇今年嗰個樓價會可以回升，或者嗰個幅度有幾多？這個就個人意見啦。其實嚟講，我預計都可能平穩至上升少少咁樣啦，係啦。咁會唔會針對內地客去推出多啲優惠，同埋而家嘅茶商入邊內地客嗰個佔比如何咧？內地客佔比暫時都有70%嘅，現時係啦，都有70%。因為始終我哋呢個項目海景嘅資源比較多，因為其實內地佢好鍾情呢個海景嘅，加上我哋呢個維多利亞港，其實如果你話維多利亞港海邊即兩岸咧，其實真正大型項目就唔係太多嘅，係啦，咁同埋即全新項目亦都唔係太多，或者多嘅話亦都可能個價錢係非常高，咁所以嚟講我哋呢度真係真正距離海邊15米咧，咁其實嚟講啲內地客人係非常之喜愛。OK， 唔該曬咁多位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